请闭眼。Hello， 喂，得空吗？来咯，终极狼人杀哦。OK 啊，哎，得空啊 ，OK 咯，这样你赛就小明阿旺他们咯，赛开赛开 ，OK 啊 ，OK OK， 我赛开。终极狼人杀，看我怎样杀你们呢、啊？喂，我不会玩呢，所以猎人是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吗？喂，这样女巫的话呢，我不是很会耶，所以女巫是什么来着？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狼人牌嘛，所以狼人晚上可以不要杀人的嘛，我没有啦，就好奇问一下吧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啦，我现在是狼人牌哦，所以我是应该要杀那个预言家上啊，是没有错，叫预言家上啊，就是可以查我们身份那个啊，是要杀那个先是吗？你不会玩的、啊。在玩吗？轮到你发言了。OK， 没有什么好讲的。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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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刀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喊过，肯定铁狼，这个玩的先陪他出戏。过。喂，我没有，我喊过不代表我是铁狼嘛，喽喂，我是铁狼哎。OK， 轮到我发言啦。OK， 刚刚五号啊发言的时候呢，我就有隐约听到他妈妈叫他去吃饭。OK， 可是哦，他没有应他妈妈哦，所以大家信我，这一 round 五号铁狼，你们跟我一起把五号飘出去，我们就赢了。OK 啊，过。对，该三号跟五号是讲话不共编。三号五号讲话不共编，你该讲五号是预言家。对对，三号是悍跳了。三号雪狼。对对对。三号悍跳，五号预言家。啊，你看这个。蓝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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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。蓝笔。在面前骂你了。OK， 你该讲五号预言家。啊啊。哎，你帮我拿那个，我该做那个七号马金歪。OK OK。快快快快快快。他讲他现在要还剩要清彩三号七号纸来七号纸，帮我开一下帮我开一下，七号九号，给你看讲话，他这个现在讲话，七号，他飞狼机神，八号飞狼机神，马金马金，八号，八号飞狼机神 ，OK， 刚刚四号讲啊是什么了啊？预言家是吗？然后那个八号是女巫还是五号？我忘记了哎。OK， 四号是预言家，这样的话，二号是平民。OK， 平民。啊？我是狼人啊。哦、OK OK， 原来我是狼人，我没有标记到，我没有看到 ，sorry sorry sorry sorry， 我是狼人 ，OK， 我是狼人。刚刚女巫的解药怎么不要救我？留着什么？你要开药行是吗？预言家都发我金水了，你们怎么还要飘我嘞？刚刚晚上的时候我就讲要杀二号嘛，二号是预言家，杀了二号，我们狼就赢了啦喂！你们到底会不会玩的喂？很坑哎喂，猪队友！哎，不要玩了啦！
OK， 轮到我发言啊。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一边发毒誓，证明我的身份。各位听好了呀，我现在在那边发誓，如果我是狼的话，我喝水啊都会被啃死。小伟，小伟，中你，小伟，你又中了，啃死你！啃到呀，有人来啊！啃到呀！啃到呀！干！小屁跳出来了，等一下有的讲遗言吗？遗言不来，等一下有的讲遗言。这边三号的资料，这边三号刚刚跟五号不共边。三号五号两号不共边。三号五号。对。起来又笑。该娘，三号跟五号不共边。哈哈哈哈